我们今天周口一日游，好不好？好。这里是周口的沙营河公园，我们开个车转一转，因为今天太冷了，上午太阳还没出来。沙营河公园，妈妈的一个朋友，啊哈哈，他去哪了？他坐公交车来了是吧？啊，他坐公交车来了，妈妈的一个朋友。等一下给我妈打电话，让我妈带他一下，他等一下就到了。我们还没开始逛呢，先去接他吧，他带着孩子呢。他这孩子多大呀？给乐一般大了。你的好朋友来了，他爸，那俩年龄差不多是不是？我比他大十岁。比他大十岁。这个小孩碰瓷养我的时候，谁这个有碰瓷的，有碰瓷的，这你往底下压。看谁啊？看谁？看眼睛，看瞎，看手机光。妈妈的朋友来了，还带了一个小闺女，她的孙女，跟乐乐一样大的，从许昌过来的。她儿媳妇儿和儿子都是老师，所以跟我妈妈特别聊得来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走了。好了，把妹妹送回家了。好，上车，我们上车。妹妹走了，你是不是想上妹妹家？是不是？想上妹妹家吗？啊哈，他抱妙明华的，抱抱明华，到时候回来叫你吃，好吧？不用。你想上妹妹家吗？你去吧。我们河南的超市，你看这一列全部都是卖胡辣汤的，你看多少胡辣汤，有很多种品种啊，所以每一个品种都是不同的口味，看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了。下午我们去贾鲁河转一转。呀，可是老板，你睡着了，我们怎么去啊？爷，这是个村还是个啥？这家建那驴，建那些柏树啊，这是。这都是个那啥吗？这都是个贾鲁河吗？看没有？嗯，这边过去过不去？河堤。河堤正南。来，搁这呢，进这个河堤这个地方，贾鲁河什么？没看到。贾鲁河水闸。贾鲁河水闸。贾鲁河这边你看好多健身器材啊，可以在这边玩。前面有个庙，之前是没开的啊。我看到别人拍视频，好像投资了好多钱来建设的。我们去看一看前面。贾鲁河，这个是贾鲁河。我走了，我等。走啊！走。走到那头啊？那不是有人吗？啊，有人呢，你快快。他走过去了，走啊！走到老头了，走了拐不回来，走不过去了再回来。那能走过来去哪儿啊？不去。去啊，走啊，那不是走到那杆了吗？那个庙杆了吗？庙杆过不去。这抱着乐乐下不来。乐乐睡着了，看到没有？过不去。搁这过去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之前看过人家拍视频，人家还是拍了航拍。嗯。你看这房子建的都是两层的，还是都没咋用，好像。这路没有修。等一下。哎呀，好晃！你们这个车都进那里。啊。这个地方修一修还是可以当景点的，现在被围起来了。但围的太低了，这个地方，是吧？哎，里面有野鸭子吧？看这房子，建设了很多年了，没人维修啊，很多房子都已经，上面的瓦片都已经掉了。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啊，我把手机伸进去，看到了吗？哇，以前应该香火也是蛮旺的，好像也有人管理啊，这边都已经贴了门画的。你看，这都是木头做的，没有维修的话，你看，还是蛮可惜的。这都是裂纹了。你看，以前还是售票处，还是售票的一个地方呢。你看前面建设的像长城一样的建筑。这个庙宇我在地图上也没看到写的是什么庙院，然后这个门头上庙院的名字已经，就是拿掉了。估计已经很多年没有维修，没有经营了。你看，它以前是售票的啊，想想以前香火都旺吧。
大家有知道这个庙院叫什么名字吗？我是不管报了了。不管报了乐乐。刚刚我们顺着这条小路，然后到那边去拍了些照片，在这个角度再给大家看一下啊。你看那个塔还是挺精致的啊。然后这个应该是主的，然后边上的你看偏房都已经破败不堪了。这边呢，你看还是土地，建了很多这种高楼。再走了，再走吧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河南省水功能区贾鲁河西华，哎呀，成属于西华了。西华县皮营乡毛岗村贾鲁河川汇区贾鲁河沙影河，还有个什么河，然后三河交汇啊。我们到这个河堤这里走一下。我妈妈之前已经把周口全域都已经转了一个遍了，你知道吧？她现在在河堤上，哎呀，下来了。我妈整个周口市啊，好多地方都已经转了一个遍了，已经转了几年了。从琪琪出生就已经在周口了，已经琪琪已经五岁了，已经转了六年了，所以周口特别特别熟悉。这就是贾鲁河大桥了，你看贾鲁河，贾鲁河还挺宽的啊。这属于喜化了吗？喜化县了，这溜完了吗？那贾鲁河很长了呀，溜到安徽境界了。上次720发大洪水嘛，都往这边泄洪啊，然后从溜过周口，再溜过安徽，安徽那边也淹了，就有人从这边溜过去啊。这边有很多钓鱼的，其实有很多爱好看钓鱼的，其实看钓鱼的比钓鱼的还要好，看到别人能钓出一条大鱼来，比他钓的人还要兴奋。刚刚我们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在那边钓了一条很长的大鱼，看见看不见？广发不愿意上来。刚刚我们出来之前，在那个超市买了一盒草莓，然后吃了一个，乐乐啊，啊，睡觉了。醒来之后就说：“草莓呢？草莓呢？”因为太凉了啊，回去准备用热水给它烫一下，是不是？嗯，在外面吃太凉了，回去再吃。草莓在哪里啊？你刚刚睡觉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想起草莓了？嗯。草莓弄哪去了？你看这条路修的还蛮好看的，绿绿的啊。这个要电漏完了，又该怎么办了？回去再冲，那怎么办嘞？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河南的小村庄。这是西华县啊，我们是淮阳县的。淮阳县离周口县城有点远，西华离周口县城很近的。主庄社区，这个弄得很漂亮。刚刚去了一趟卫生间啊，周口的卫生间今年啊就是大变革，很多卫生间都弄得特别特别干净。这是周口下面的一个县城啊，还没有划为区。我们淮阳呢离周口还是有点距离的，但是划成区了。